要记住这两点，你挑的螃蟹不肥我陪你。圆圆的肚脐是母蟹，尖尖的肚脐是公蟹，三角形的是未出嫁的小娘蟹。公蟹按这里越硬越好，小娘蟹看屁股越紫越肥，不要选浅色的，颜色越深越好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现在的螃蟹你买公蟹就对了。